Don't you worry, baby. All those days we spent together. 超幸福的。可以帮我拿一个茶。对，我的茶在哪里呀、啊？是说死床。不是不是，就是路。忘记啊。哇，好酷哦！刚好可以把它吃完。掉了。All the sunset we won't catch.你喝多少？你喝30，宝贝。你今天话很多哟，小精灵。这次圣诞礼盒有饼干，因为自从有了小孩。然后我就对这种糖霜饼干就很有兴趣，想要带他一起做，我觉得很有过节的气氛，然后把它装在这个小提袋里面，大家可以提着走。如果你不太吃甜的话，你可以这样子送给你的亲朋好友。然后礼盒里面是有面膜，你可以选薰衣草或是玫瑰，各一盒，一共有5片，再加上现在疫情会很需要干洗手，以干洗手也帮大家附上咯，希望疫情期间大家都健康平安。我们现在在用礼物包装，就希望大家可以在例如说纪念日啊、生日或是特殊节日想要送礼的时候，大家有其他的 option。 应该是要剪到这样后面，整个绕一圈，我觉得。这个是第一款，我们来包一个没有干燥花的，这样子就是境外的朋友也可以听得到。然后这边换这边拍照。这么用力按的比我还好。我出师了。有。你看他比我按的比我还好。有哎、欸。有哎、欸，对不对？有。我们小 Mira 现在在这里。咦？你要不要？我们现在在用暗黑色系的。然后我帮大家准备了几个章，来，我走过去。第一个就是壮，第二个就是胖，圆对不到焦。太圆了吗？圆。我笑到穿不过去，看不到。然后再来是爽，还有一个爱，爱在哪里？爱在这，大家可以自由选择。真的？米拉，你怎么做这么歪？你要做正一点吧。要什么？来，没有他自己的，他自己移的。来，这样，正了，正了。上面是印，也是有印。怎么样？你无聊了，对不对？它是印那个这个颜色的。
对。我们今天就有四个不同的包装。第一个这包装是比较清新款的，配个干燥。干燥液，我们选尤加利，我们就是随机出货这样子。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配上我们的小卡，就是一个照片的那种感觉，配上原色的包装。另外一个就是这种黑色系的，然后上面就有个小卡，这小卡可以自己选一些字。对啊。Let them shine. I used to be one of them. Christmas tree in the sand. Let them shine. As I fell for your spell, Christmas bell. Symphony.